刚刚是我不好，不该松开你的手和你开这样的玩笑，对不起啊。林子墨，太过分了，居然敢骗我！你自己非要戴眼罩装瞎，你怪谁？那你也不能骗我上海盗船啊！你知道蒙着眼上海盗船有多吓人吗？我现在还想吐呢。你干嘛？我难受，你背我。苏俏，这一天我领你走路，喂你喝水，刚才还背你，都演了一天了，也该差不多了吧？我没有演，我就是瞎，我就是难受。刚地库里不是好好的吗？苏俏，你过去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对城市的恐惧我也理解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总要学会面对的吧，不能一直逃避呀。你懂什么？你凭什么来说我？是我让你带我出村的吗？是我让你带我进城的吗？我根本用不着你管。你再这样，我真不管你了。那你别管啊，你走啊。我知道你肯定在旁边，你别逗我了。林子路，林子路，林子路，你不要再逗我了。刚刚是我不好，不该松开你的手和你开这样的玩笑，对不起啊。偷偷看一下，你身后的夜景真的很美。嗯，就看一眼，城市的夜景真的很美。嗯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我就说你可以吧。走，我们回家。
谢啊，二位到家了。林子路到家了。夏姐回来了。夏姐，我错了。哼，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想你呢。这什么？长安之星的车钥匙，谁的？你的，咱们家有新车了。你这些年攒钱就是为了给我买车？哎呀，我的娇姐呀！哎呀，又有车了，终于有车了。军功章还有林子路一半呢，他给咱们省好多钱。子路，舅舅抱抱子路，舅舅抱抱。哎呀，舅舅抱抱。子路搬来我家，好像也不错。学校现在要统计一下，只参加会考不参加高考的同学，我们班有吗？就一个是吧？行，我强调一下啊，不管参不参加高考，会考都给我认真对待。不然那毕业证都拿不到，听到了吗？他们让我考的呀，我怎么办？我没办法。苏巧华人，站起来！说的就是你俩，看看你们月考成绩。全年级150个学生，149、150名，你俩都给我站上了。争气是吧？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，好好聊聊。苏俏，你怎么想的？抄王年宇的作业，你不知道他的作业是我盯着写的。你连作业都不会写，你以后想干嘛？老师，我以后想开小卖部，不用会写作业。小卖部，小卖部，会考不考了？不想毕业了？我的学生啊，还没有连毕业证都拿不到的。今天，你要是写不完这个作业，你就来我家，我陪着你写，怎么样？你还好意思笑？化学作业抄物理答案，你整什么行为艺术？一天天，报告来啦，进来吧。今天请你们来呢，是想要你们帮老师一个忙。子路，你是苏俏的同桌，也是他的室友。那从今天开始，需要你给他补补课。于老师，我不要林子路给我补课，我很聪明，自己能学的。苏俏就交给你了。关晶晶，你呢？给方良补课吧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道题到底选什么 ？B。不不不不，是 A， 难道是 C？我姐都讲了6遍了，我一个小学生都听会了。
都会了，你还不会？我们家没你这么笨的，你和我姐没戏。写你的作业，我再给你讲第七遍啊。这个电子构型中属于基态原子的是什么 ？A 这个的平方肯定不是啊。你看。